拍博主江疏影终于营业，为颜粉献上一组题为“我和男闺蜜在东京吃买完”的大片，简搭配，浅色调，柔软又不失利落感，日系文青打扮的江江叫人耳目一新，镜头看起来像随意的抓拍，定格住各种生动。江疏影的旅拍风格非常实用主义，风景都是背景板，把人拍美了更重要。Pose 片看江江的旅拍照，有一个很显著的特色，人占比大，特别要长腿，要完全入框，站姿多采用跨腿式，一条腿直立，把另外一条腿跨出去，朝着镜头延伸，半侧身式，离镜头更近的那条腿抬起来，脚背绷直，原理是折线比竖线显得长。坐着拍照时一定要把小腿伸展开来，脚背绷直，让双腿在视觉上无限延长。拍照时双手总是不知道放哪里的姑娘还可以学习江江，将手臂伸直指天，脚尖立起，这样身体看起来修长很多，线条流畅更好看。托腮纱也了解一下，生动又显脸小。造型片作为一个已拍出人鼻景美照片为目标的旅拍博主，江疏影一早就让我们见识到他在旅行造型上有多上心，配上减龄的背带裤，戴上毛球针织帽，一秒变软萌少女，最适合拍各种温柔的小巷弄。军绿色背带裤，户外活动时搭配迷彩外套，绑带军靴，穿出了一种硬气感。黑色修身机车夹克，直接穿干练，披着穿霸气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白色衣物自带反光效果，就像将反光板穿在了身上，怎么拍脸色都是明亮动人的。不愧是用枕头都可以打光的机智少女，基本款的组合层次不宜过多，关键是要搭配出好比例。酷血红色有一种大长腿延绵无期的既视感，戴上小礼帽后材质挺刮的渔夫帽、贝雷帽，视觉增高5厘米不夸张，用基本款做主力，再搭配上花心思，是江江旅拍造型的核心思路。